好了，我都快饿死了。宝贝，对不起，妈妈今天太忙了，今天又加班了，所以接你来迟了。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呀？咸菜炒肉丝。哦，伙食还不错嘛。你要好好学习，知道吗？要不好好学习，老妈要请你吃皮带炒肉丝。知道就好。妈妈才舍不得打我呢。对。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呀？你妈妈呢？下那么大的雪，赶紧回家吧。放小偷！我看你在跑。现在开庭，申请人蚌埠市救助管理站，被申请人何军、王丽，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今天依法公开审理申请人蚌埠市救助管理站与被申请人何军、王丽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案。2016年6月23日，蚌埠市与蚌区公安分局破获一起盗窃案件。这个案件关系到未成年人的成长，大家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将这个案件办成铁案。下面请聂庭长向大家介绍本案的案情。这个案件是救助站申请撤销何妞妞的监护权并获取何妞妞监护权的案件。在庭审中，通过救助站的证据材料分析，我们觉得基本上可以支持他的申请。对父母来讲呢，撤销监护权是一个很严厉的决定。在本案中，女孩的父母将她出租给别人带去盗窃，这样证据充分不充分？目前从救助站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妞妞的父母虽然没有直接带孩子出去盗窃，但是是让何莲带出去的。何莲在公安机关已有十几次的案底。在本案中，有没有证据证明妞妞被虐待过？小孩的父母让他的朋友带着小孩出去玩，这侵犯了孩子什么权利呢？我认为这本案的证据啊不是很充分。何莲利用妞妞未成年的人的身份，以达到获取非法利益、逃避司法打击的目的。对此，妞妞的父母是明知的，情节恶劣，所以我同意何一婷的意见。但是何妞妞的父母在庭审中指出，她的爷爷奶奶在农村务农，有监护能力，也有监护的资格，所以我认为在监护权的指定上，我们应该再深入调查核实一下。可是救助站提供的证据显示，妞妞的老家已经没有合适的监护人了。如果要是把监护权判给救助站，对何妞妞的生活呢有一定的保障，但是对一个未成年人，他年龄很小，长期的离开家庭，远离亲情，我们认为呢对孩子的成长还是不利的。所以我的意见是，对指定监护人的情况下，还是要再慎重考虑考虑。是啊，法院的判决不仅要符合法律规定，还要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我们这个案件，何妞妞是未成年人，
我们的判决直接影响到他今后的成长，所以我们一定要严谨慎重。我看你们何以婷可以到何妞妞的老家去调查一下。哎，烈姐，听说他们这边都是干盗窃的，我们人够不够？看看情况再说吧。姐，你看，这和我分析的一样，整个地区都是这样吗？师傅，我们把车开进去吧。大姐，这个村子我不好进的，怎么送你们到这儿了？对不起了。好吧，好吧。他们的防备意识很强，对外来的人还是排斥的。我们还是去当地的辖区派出所去看一看。好。我们这次去真没白去，更加确定了我们判决的信心。何妞妞所在的这个村普遍存在将孩子出租给他人进行盗窃的这种行为。何妞妞的父亲游手好闲，嗜好赌博，母亲呢也好吃懒做，他们为了快速发家致富，把妞妞呢出租给早年出去从事犯罪活动的人进行盗窃。这样的父母确实不适合再做监护人了，应该把他们的监护权撤销。那他家里还有其他合适做监护人的人吗？他爷爷奶奶在农村务农，不到60岁，身体也很健康。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也表示愿意做何妞妞的监护人。我们认为让他爷爷奶奶做孩子的监护人更为合适。这个案件呢很典型，异地撤销监护权呢在我们院里面也是首例，所以我想这个案件呢对我们以后处理类似纠纷呢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我感觉你们这样处理非常不错。妈妈，您想我了吗？你是妈妈的心头肉，怎么不想呢？可是您见到我怎么不高兴呢？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奶茶店碰到的那个小姐姐吗？她和你一样花朵一样的年龄，但是她不能无忧无虑的去上学，也不能跟爸爸妈妈一起愉快的玩耍。
本判决为终审判。